主料：韭菜100克，熟春蒜200克，辅料：盐、鸡粉、香油、姜丝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韭菜洗净切成寸段，笋先切片，然后切成细丝，入热水锅中焯烫，取出锅梁，锅内入油爆香姜丝，放入笋丝炒至熟，中间加入盐，最后加入韭菜，放入鸡粉和香油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浮鱼一，韭菜很容易熟，所以要最后放入，稍微反炒片刻即可。二，我买的是熟笋，如果是生的，要是先煮熟后再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